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精，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精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呢个疗剂咧，个名咧就叫做Rutagraviolin 啊，我以中文叫做云香吓、，Ruta R U T A Graviolin G R A V E O L E N Rutagraviolin， 亦都叫做 Garden Rue 啊 ，Garden Rue 云香吓。嗱 ，Ruta 雲香咧，呢、這個療劑咧係好好應用喺嗰啲所謂運動創傷嗰啲嘅情況嘅，亦都可以配合嗰個野葛啦 ，Rootstock 啦，可能 Rootstock 跟住 Rootstock 之後咧，可以幫助即係配合到佢。咁佢通常咧就係、是、對嗰啲關節咧有特別強嘅親和力啦，尤其是啲筋腱咧同埋啲韌帶嗰方面嘅。咁通常呢嗰、那个情况呢就係、是、因为嗰个曾经即係、受伤啦，尤其是关节呢受咗伤之后呢变咗好软弱，成日即係发软体呀冇力嘅。咁呢种情况呢呢、這个疗剂好好嘅。咁亦都係可以用喺嗰啲我哋叫做网球手网球手踭里面咁样。咁、我哋都大家認識咗嗰、那个生根車 Anica 啦，同埋 Rootstock 野角啦咁样。咁嗰、那个云香呢都係好似生金车同埋野葛呢就都係会有僵紧啦同埋冤痛嘅。咁如果你试过用嗰个生金车 Anica 呢就似乎咦又唔係好大帮助，咁就再试下Rootstock 野葛呢又好似唔係几得喎，咁你就可以呢考虑呢用呢隻云香 Ruta 啦。好啦，云香呢就可以好多时候用喺我哋叫做腕管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啊，咁通常咧都系因为过劳啊，嗰、那个譬如好似好似嗰啲木匠啊咁样啊，斗木佬啦，咁样佢用嗰个手腕咧用得好即系好过劳嘅，好过分咧，就导致出现问题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疗剂咧系对个手腕嗰方面嗰个症状非常之好嘅。咁通常个手腕咧就感觉到好软弱啦，好僵硬啦。
同埋咧有時候咧係用唔到力嚇、啊，有時佢可能發現咧啊揸杯啊或者要扭毛巾啊都用唔到力，咁呢種情況之後咧，你就可以諗下呢、這個啊茴香呢個療劑嘅。好啦，咁仲有一個應用嘅地方，嗰、那個啊 router 咧就係、是、嗰、那個啊眼睛疲勞。啊、有啲人咧係用眼過度、啊、眼神過度，或者閱讀啊，或者可能要做一啲細微嗰啲啊工作啊，咁用眼神用得過度咧，咁就啊導致多個頭痛嘅啊，咁可能咧眼本身亦都覺得有一種啊燒熱嗰種感覺啦，或者好痕啦，咁呢個都係因為嗰、那個啊眼過勞咧係導致嘅咧，咁回嗰個雲香係一個好好嘅療劑嚟嘅，啊，尤其是咧啲頭痛咧，自己知道嘅頭痛咧係因為你個用眼用得辛苦過勞，咁導致嘅頭痛咧，咁呢個療劑咧係會幫助個頭痛同埋嗰個啊嗰、那個眼嘅痛嗰個問題嘅，咁即係任何情況之下咧，可以話咧回嗰個雲香咧係用一啲過勞嚇，即係眼睛過勞啊，手腕過勞啊。關節過勞啊，或者嗰啲運動員啦、啊，就經常用一個同樣嘅關節咧，咁最尾發現咧，佢就突然之間就好，即係好容易受傷咁樣。咁我哋可以咧係用呢個雲香咧，係用低份能咧，用佢一個月、啊、用一段長嘅時間咁樣嘅，咁就可以加強翻呢個關節嗰個力度啦。咁有啲人話會唔會對嗰個即係嗰個甩臼嚇、啊、關節甩臼有冇幫助咧？雲香都可以幫呢方面嘅。有時咧，你發現咧個關節咧係鬆咗咧，係成日都好容易甩臼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就可以諗到呢個療劑。咁亦都有時我哋用喺一啲所謂嗰、那個凍膊啊，即係 frozen shoulder 啊，嗰、那個肩嗰個膊頭咧好僵緊啊，呢啲嘅問題。咁或者有時候咧，啲膊頭咧好容易咧係甩臼咁樣。好啦，咁仲有嘅情況咧，雲香咧就可以用咧，係當你嗰、那個我哋叫做 shin bone 啊，即係嗰個胫骨啊，嗰個小腿嗰個表面前方咧，嗰度咧係譬如撞親佢啊，或者面部啊，嗰只額頭啊，係即係俾硬物撞傷咧，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嗰、那個雲香好好用嘅，即係通常咧，如果你喺個部位咧係骨同埋個皮膚好接近啊，即係好似你嗰個額頭咁樣啦，係咪？額頭嘅皮膚一個啲皮包住嘅啫，包住啲骨嚇。咁、啊、嗰個 shin bone 咧，嗰個胫骨咧，都係咁樣嚇、啊，即係喺個皮，即係嗰個皮咧啊，個骨係前面有一種皮咧係保護住嘅啫，咁呢種情況咧係撞親個骨同埋骨膜咧啊出現啊結節啊硬塊咧都可以用嘅。好啦，另外一種嘅情況咧就係牙痛啊，有啲人牙痛咧發現咧就嗰、那個即係個牙床骨嗰度咧個 socket 我叫做嗰個牙刷嗰度咧就好痛嘅，咁呢種情況嘅牙痛咧。啊、即係個 dry， 我叫 dry socket 呢種咁樣嘅牙痛咧，亦都嗰個雲香亦都係非常之好好用嘅。咁、啊、所以你睇到啦，雲香影響嘅部分咧，即係好似生金車咁樣啦，會影響我啲軟組織啦。咁嗱，我知道生金車咧主要係嗰個應用喺啲軟組織啦，嗰、那個hypericum 咧呢個療劑咧，就通常咧係嗰個神經線啦。啊，那個受傷咧，咁而嗰個雲香 router 咧，係通常咧係纖維嘅組織嘅，啊，咁通常大家有少少區別嘅。咁 hypericum 我就叫金絲圖啊 ，hypericum 金絲圖，咁啊對個神經嗰種受傷咧係比較啱用好多嘅。好啦，雲香咧對嗰、那個有啲人嗰個足果嚇、那個 ankle 咧係受傷咗之後咧，可能出現嗰啲好尖嘅痛啊，或者好深入嘅嗰啲冤痛啦，咁可以用。有時咧可能嗰個韌帶咧係即係掹傷咗啊，或者筋腱咧係掹傷咗嚇，咁呢種情況咧即係可能即係過度伸張啦，係掹傷咗嘅，咁嗰、那個。雲香咧係好好用嘅啦嚇，好啦，咁即係一般嚟講啦，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過度應用嚇，過度用用嗰個手踭啦，打嗰、那個
嗰、那个网球手啦，有啲情况咧可能写嘢写得即系个手过劳啦，写嘢写得太耐啦，咁眼神过度啦，用眼用得犀利啦，咁呢啲其实都可以好好用。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系、是、踎喺即系跪喺地下度抹地啊，咁导致咧系出现咧嗰、那个膝头哥嗰种肿痛啊，或者嗰个崩人啊呢方面嗰种嘅。嘅情况呢其实都好好用㗎喇、啊。好啦，咁除咗呢个情况，我哋亦都可以用喺嗰、那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咁通常啲人都会系因为呢，可能因为做咗过度嘅运动啦，或者做 gym 啊，或者跳芭蕾舞啊，咁而导致呢种咁样嘅坐骨神经痛啦。咁呢种痛呢系好深层次、好深入嘅。咁同时呢发现呢嗰、那个关节呢系突然之间呢就会冇力发软体啊呢啲咁样嘅软软痛痛呢。咁呢种情况呢嗰、那个芸香系非常之好嘅疗剂嚟㗎喇。好啦，咁亦都有啲人呢就即係发现嗰个膝头哥下、啊、膝头哥呢亦都系过劳，记住通常呢系慢性嘅过劳嘅症啦，咁影响到筋啦、筋腱啦，嗰个纤维嗰个韧带呢方面啦，咁导致咧佢系有慢性嘅，即系好似软弱咗，好似冇晒力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应用嘅地方嚟噶。好啦，除咗我哋嗰个运动方面咧，另外嘅地方应用嘅地方咧，就喺个直肠嗰方面啊，我哋 rectum 直肠啦，好啦，可能直肠里边可能系因为生细蚊仔啦，咁就搞到嗰个便秘啦。咁即係亦都有機會呢，係我哋嗰、那個直腸附近、肛門附近呢嗰啲軟組織呢就係、是、扯鬆咗啦，咁所以出現咗呢啲問題。咁亦都可能因為咁呢而出現咗嘅嗰個痔瘡啦，或者呢就係、是、因為受咗傷之後呢，嗰啲大便呢就好似擋塞咗，好似屙即係大便唔暢順，便秘都好嚴重。喺呢種情況嘅便秘呢，我哋都可以考慮呢係用呢、這個嗰、那個芸香呢、這個療劑嚟嘅。Okay? 咁芸香呢仲有一個地方可以應用呢，就係、是、可以用喺一啲皮肤出现嘅症状，即系好似野角咁样噶啦，嗰啲譬如痕啊、痕痒啊、好多红疹啊咁样，或者有啲水泡啊，咁有阵时候咧都可以考虑用嗰个芸香嘅。咁芸香仲有地方可以应用咧，就系嗰啲酒吓，饮酒饮过浓啊，咁我叫 handover 咧，呢啲情况咧个芸香都系可以好用。咁即係可以咁講呢，芸香呢係我覺得應該呢係每家庭呢必備嘅療劑嚟嘅，因為佢應用嘅範圍呢係好多人都會有機會經歷得到嘅、啊、好，咁跟住呢就係咁介紹咗呢個嘅同類療法嘅芸香 Ruta Graviolens。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